那接下来我们录下面一个视频，就是我今天我这个是我之前在网上面买的，就是一个猜猜我是谁。我打算跟大胖比，就是说猜对的人是一粒奶片，猜输的人，猜输的人吃这个。但是我后面发现这个东西原来是有转盘的，对，所以说就是也有可能是转到的是好的东西，因为它同一个颜色有两种味道。OK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是那个是。就是一开始我们只是先尝一下奶片嘛，然后玩到后面就抛开所有的规则，直接就转。那我们先猜哪一本？随便吧。青蛙。你猜是青蛙？对啊。你们猜这是什么？我觉得是那个毛毛虫，蛇。它是蛇吗？我觉得是蛇。好，揭晓答案。揭晓答案。我先把它拆开。拆的温柔点。哈，变色龙。那全部抬头，那全部都转转盘。这个是指头的头，这很简单。这个中间这块东西，那我们两个万一答案一样的，同时说出好啊。这是动物吗？对，你猜这里面一块是什么动物？你现在别说，然后我同时说出这什么东西。啊、哦，等一下，先让我看一下。这里面一块东西。这个很简单，那等一下我数动物吗？这里面是？对，等我看一下。哦，哎，那先拆这个呀，先前面一把还没那个。我看看，就什么 ？Coconut， 就是说它正常的味道是椰子的，然后不正常的味道是那种臭掉的牛奶。那我先吃一个。是白色的这个。嗯，白色的，就是。爱笑的男孩，坏掉的牛奶。爱笑的男孩运气会很差。你是男孩，是椰子的吗？还是牛奶的？那个臭掉的牛奶。什么味道？就臭掉的牛奶。真的很像他。就那种发霉的牛奶。靠近这边，正常的是桃子味。不正常的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鼻屎的味道。哟、你要吃鼻屎喽？这个，对吧？对。让我闻看。哟，是鼻屎的味道，真的是鼻屎的味道。你吃过鼻屎？臭的。好臭啊！嗯。这个味道像那种脚臭的味道。好，猜这个，我数三，你我们一起说出来。嗯。三，二，一，鹿。公鹿。那我们都对了，应该吧？不一定啊。啊，小鹿。我是鹿，我对的。不，我们全没对，这是梅花鹿。对啊，鹿包括所有的鹿。啊，那我们全都对。没有全都。公鹿呀，公鹿才会长这么长的脚啊。你非要帮我来扣字吗？好吧，那下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它看上去好像是个花，中间。哇，这个鼻屎的味道。我知道什么了。我也知道什么了，等会儿。三二一，公鸡。好，下一题，快，这真是小孩子玩。下个字。对啊，这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来，等一下，这你想不到吗？这么简单？好简单，这个绿颜色，你还会想到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毛毛虫。蝴蝶啊！我更贴切啊，毛毛虫会变成蝴蝶啊。你蝴蝶就蝴蝶，毛毛虫这是蝴蝶。那我先。看什么？又是你那个。对的，要么桃子味，要么鼻屎味。是不是这个？对的。哇，这个鼻屎味好恶心啊！这个味道。
好。这不只有他了，算中间的，那要不再来一次吧？不是不是，偏这边的，偏这边，这什么？就是正常的味道是多重水果味，不正常的味道是超级恶臭味，上面写。哦，不对不对，就是那个超级臭袜子味。那这个我帮你选了一个，你要不要吃？哪个？这边哦，是有蓝色的那个对吧？是这个对吧？嗯，臭袜子味。哇，臭袜子味就是我爸的袜子味。你吃过？你还在品尝这个？对啊，这都烂。那个是水果味。你嘴巴里面还是臭那个什么鼻屎的味道？欧皇。欧皇。继续啊。这他妈谁猜得到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已经猜到了，抢答好吧，抢答。等等，抢。三、二、一，猴子。海狮。金鱼，这他妈谁猜得出啊？这哪个小孩猜得出啊？啊，这是金鱼，哎，你们看看，哎，这他妈人也可以啊，这不是两个眼睛吗？他妈谁猜得出、啊？可怕。这玩意儿，你我已经被这个东西他妈的鼻屎支配了。哦，他有那个海的感冒，说是这金鱼，他妈的谁猜出来？三二五六吗？也是综合水果味，就是臭袜子的味道。你已经吃了一个综合水果了，对吧？嗯。哇，那悬了，兄弟。我嘴巴到现在还是这个鼻屎的味道。那个太浓了。哇，只有一粒吗？没有啊。有啊，白色的，粉色的，那就这个呀，就这个是吧？你三选一嘛。那我想想，那我拿这个吧。一般性往往颜色最鲜艳的就不是的。综合水果，综合水果。哦，那我来。这个味道像那个小时候吃那个。这个。那个泡泡糖。这个，好的味道是柠檬味。柠檬。柠檬。不好的味道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呕吐物的味道。哦呦喂，呕吐物的味道，好像是呕吐吧，这个单词是这个。柠檬味，好吃。欧皇，可怕。欧皇，翻到半里面，哎，没了，就这样没了。那个蓝莓。然后不正常的是那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牙膏，牙膏也还好啊。那吃看吧，我们随便挑。嗯，牙膏。牙膏，还蛮清凉的。这哇，这真的是长得帅的牙膏、嗯。这是牙膏本人。刷个牙。就是那个朱家的，不是家洁士那个牙膏。嗯，就牙膏。你居然黑，我们黑颜色也没吃过。这个黑的什么？这个豆子。巧克力的。巧克力和。那个狗粮，狗粮。狗粮狗屎。狗粮。那选一个呀、啊，你选一个、啊。我换一个。哎，牙膏还蛮好吃的，清凉。嗯。就是这种薄荷的。狗粮你不是吃过的吗？狗粮，哇，这真的是狗粮的味道。我也吃过狗粮，真的是狗粮的味道。有点像红豆。嗯，进口是狗粮的味道，越咬越像红豆。追港妹在闻。那我们再挑吧，这个也没吃过吧？什么？嗯，黄油玉米球。或者是烂掉的鸡蛋，臭掉的鸡蛋，可怕。你选一个。这是哪个黄？是这个黄吗？这个对吧、啊？不是。对，是这个。自己看，哦、黄白的。你拿回来，这个吗？不是，这个呀。有没有其他的？我你这里呀、啊，你拿出来，我不太看。
玉米味的，好好啊，我这味道。那就是坏掉的鸡蛋啊，好好。还有吗？没吃过。还有吗？这个男生吃过吗？男生吃过。这个呢？这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哪个？这是这个呀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个黄鸡蛋。哦，不对，这个是这个吧？有黄的还没吃过呢。哪个黄的没吃过？哦，是这个，这个没吃过。这是什么？那个正常的也是那种玉米的味道，新鲜玉米的味道。然后不正常的是那个臭掉的 cheese。臭掉 cheese 还好吧？就像那种蓝纹芝士一样的。这样子吗？是这个吗？不是吧？不是，黄的吧？是这个条纹的吗？我来看，我来看。